接下来呢是最后的一个团体，歌舞伶合唱团为我们唱出三首的这个歌曲。第一首是《隐形的翅膀》，第二首《我爱你塞北的雪》，第三首《百灵歌》送留十六归山。各位，那么在这个歌舞伶合唱团之后，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全体的这个团员、全体的工作人员都能够留下来啊，为这个善后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椅子移到两边去。那么在移动这个椅子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不要拖到那个地面啊，不要触及那个地面啊，把椅子拿上来放在两边。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移交给下一届主办团体的一个仪式和一个合唱的这个谢幕曲和合照，那么希望全体的团员们都留下来，谢谢。